即所以讲，看是毋是一个公平。你冇见到你个？拢你用台语讲啊，无你用英语讲也会使。你用台中文来用咧。哦，好，台湾来讲啦。我简单讲就好啦吼。第一啦吼，因为伊本来是左传村嘛吼，伊个国务机要会是左，伊个法官伊个迄个 judgment 就是左传村嘛。哦，啊了左传村甲无罪释，了由伊交保嘛，无罪交保两届。哦，啊了。国民党虽然好官，哦，啊，这是政治上，这是外国主要国家无可能发生这种代志嘛。哦，这第一点，哦，第一点，可讲袂无吼，伊家己，伊家己，我著敢讲啊，著我不爱甲下结论吼。第一，伊当作好官，因为著是做咱阵两届拢，著是当着感觉无必要支持嘛，无意义支持。迄阵我嘛真 surprise， 我想袂到讲，伊家。是啊，了，啊，就感觉懵懵的，该懵拢懵啊，我就是啊，啊，两届了的，陈建州搁抗议，抗议了，搁释放。第二，特恩族的迄个，迄查某的啦。叶芳如。叶芳如。叶芳如走去日本，古早人迄阵逃犯，的古连松中信集团的吼，伊古早人可能知啊 ，Mr. 哎，古早人有名字啊。疫情缓缓在恶嘛。古早人有名字。而且像你。李永贤解释，甲看你一啊，啊才二啊，才三啊，什么？哦，不是以前办的。哦 ，OK。后来判他那个判伊有罪，无期徒刑，迄个就是蔡守训，即个就是判马英九特别被无，即个感觉我看嘛。嘿嘿。啊，又是啊，但是重点是，应该是，伊这是政治法庭，伊是国务机要会是经济，牵涉到经济。啊！地方法院、政治法庭三个法官，但蔡若瑄并不是政治法庭内底法官。哦，一个是政治法庭内底有三个法官，一个周占春，啊，剩两个我袂记，但是就是蔡，就是毋是其中内底的法官。啊是啊，啊是啊，蔡伊掌握做那个国务机要是大案，啊应该是大案，啊并大案并小案嘛。这是一般法律上就是拢安尼行。啊，去叫电脑表，啊，所以左传村嘛已经登记败落啊吼，啊，所以突然感觉，福华左传村嘛是，伊我相信伊嘛真无欢喜，他也不高兴啦，因为伊登记败落，准备要开庭啊，啊，所以啊换好菜，所以菜是小案去吃大案，而且伊阁毋是正式法庭的法官，所以这阵足不寻常的啊。第二点就是迄个。叶芳如。叶芳如嘛，叶芳如迄阵，顾仲亮、中信集团吼，迄顾连松当时我做伊就知嘛吼。顾连松伊个大囝顾仲亮，伊就欠上着一件经济案件，就是红火案。红火案内底有三亿个信贷票，哦，啊伊阵伊就是，啊伊就红火案，所以伊往走，伊阵拄啊人伫美国参加艾森豪奖学金的大家。因为读商的嘛，迄个古早人读商的，爱住起来受训，啊，所以住起来也无法。所以伊的律师甲伊的会计师拢叫收押，拢叫收押真正的古早人。啊，伊还无，伊还流亡的，讲无爱回来。啊，伊反正伊无回来也无差。啊，日本，伊后日本籍，伊妈妈日本人嘛。啊，所以伊还日本，啊，伊在美国，伊嘛是有green card的款，我相信是有green card。日本、美国，他都能待，他伊无待是无要紧。啊，尾仔叶芳如我去美国，去日本，甲伊含伊是含伊协调，讲你倒来，你爱讲你放火案这三个，就是跳下边啊，就跳淡水边。哦，啊，到伊三个，到了真伊甲好，伊真互关的，伊真确定的，这个伊所谓龙潭案，讲阮谈这三个，这个三个来到这三个安尼。啊，尾仔伊就是古早人，我相信，啊嘛倒来，啊，搁倒来讲，我要来锁牙哩，方法也无代志，啊，未来说真正着一夜交保，所以古早人伊骂，随交保伊随开一张，伊随西装来摕一张一夜个迄落现金支票，你讲伊若毋是用八号啦，伊较会讲随摕一夜出来，哦，啊，真正着无也无啊，先出证来，当互伊去看伊囝，因为伊有一个囝有自闭症嘛，还有问题，咱知影拢讲个。照剧本来，啊，尾仔你知影特侦组佫换一批人来，啊，尾仔我按迄个到二审隔天我哩
计伊甚物得过嘛，拢无嘛，所以伊甚物无判，但伊个律师拢有重判，而甚物结果伊无照约定，甲判九档。啊，所以伊骨头做唔，他伊做唔完的，伊法伫伊个律师甲伊个会计师，伊个律师啦，伊个会计师更是毋知，伊律师甲伊当场拢讲，伊就是甲伊个甲伊个进前甲伊个。叶焕如因个因个迄落，因个因个迄落协调，就是安怎协调？啊，讲你无遵守约定嘛，我照了啊，伊讲个讲，根本这财就毋是财个嘛。啊，所以即若照迄落法学上来讲，法律上来讲，迄蔡英华迄个庭长，伊就写出真多。我想读法律个人，即本来嘛知啦，嘛免讲搁爱用甲迄庭长啊。即就说，即读古书理论你。下底你基础都唔对啊，对不对？你这就是伊教唆这犯人，你着你个迄落，你教唆你个迄落，这你个证人做伪证嘛？你再检察官来去教唆你个证人做伪证，你啊，所以你这衍生出来后壁，这是不是拢爱定来？所以这案件今摆重审，啊，阮进前申请，所以申请重审。起码重审。阮咧申请，我申请，阮这个申请重审，但我是真怀疑讲会。是龙潭案嘛？龙潭案嘛，啊，着龙潭，啊，所以伊进总统了关，着是龙潭案了关啊。啊，即摆伊为着要较紧甲关，伊一直甲蔡若逊一直甲指啊，指啊两三冬啊，伊无理由通继续甲指啊，伊讲紧最高法院。用搏，最高法院来使，我做过总统，即个阿扁做过总统八冬，啊，阮今日案件嘛，捌落入阮朋友的手头，我嘛是甲总统，啊，无你若叫伊甲判嘛，伊讲袂使的啦，最高法院是，看是法律也是驳回啦，无讲最高法院改判，啊，人马英九伫二次政改，就是啊，即摆二次政改另外一件。你穿金水头前，穿小姐你也搞不清，啊，也无害我穿着你的。